8月11日是名模熊黛林老公郭可颂的生日。当天晚上9点多，熊黛林透过社交账号上载跟两名女儿 Kayla 和 Livia 一起为郭可颂庆生的照片。可见郭可颂一人抱着两个女儿，而熊黛林就非常贤惠地坐在一旁，一家四口跟一个简单的千层蛋糕拍照。还有一张照片就是两个女儿一起亲吻郭可颂的脸颊，而郭可颂就一脸得意地看着镜头。完了，熊黛林还留言 Happy Birthday Hubby， 再加一个亲亲的表情包。一众网民看到那么温馨，立刻点赞，纷纷为熊黛林有那么美满的家庭而开心，又大赞两名女儿长得非常漂亮，一个像爸爸，一个像妈妈。也有网民注意到熊黛林全程素颜，必赞她没有化妆，没有滤镜，活得非常自然。另外也有人把熊黛林跟旧爱郭富城的老婆方媛做对比，称熊黛林比某女网红强太多了，不在一个层次。都是以前的事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重要的是大家现在都找到了幸福，各自安好，岂不是更好吗？魔方全媒，娱乐全世界。